后疫情时代，疫情趋缓，花莲县第一间五星级国际度假饭店美伦大饭店，暌违一年多，顺势推出下午茶吃到饱，不分平日假日，买一送一，打造一系列中西式精致餐点，期盼带动花莲的下午茶风气。喜爱下午茶的花莲乡亲有福了，花莲第一家五星级国际度假饭店美伦大饭店，暌违一年多，再度推出人气自助下午茶。即日起到4月30日，限时买一送一，集结两位西餐主厨，打造一系列中西式精致餐点，各种沙拉、热食及特色甜点，再加码花莲当地小吃，要让民众好好享受后疫情时期美味的午后时光。下午茶大概停了大概一年多左右，那也因为后疫情的这个时代到临，那我们整个的消费者用餐的需求增加，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这个自助的下午茶的这个活动。那于每周四到周日于下午茶的时段推出这个美伦下午茶的买一送一的吃起来这个优惠。那我们这次餐台的特色，我们以主要地方小吃为这个主轴，那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沙拉、热食、水果沙拉、冷盘等等。那我们在现场这边也提供现点现做的这个甜品，那也是期盼我们这次的美伦饭店，那可以带动这个整个下午茶这个市场。下午茶吃到饱，不分平假日，周四到周日买一送一，原价540元，每人只要270元起。到花莲美伦大饭店 FB 或 IG 按赞，将餐点照片公开上传分享打卡，还能获得打卡礼，并推出活动期间品尝下午茶，消费满千还有机会抽中双人房住宿券。另外还有把振兴券变大住宿专案，住宿一晚送一晚等好康，更多详情可搜寻美伦大饭店官网了解更多。记者蒋邦彦华女士报道。